由 Winter Golf 主办的欧瑞强多伦多慈善演唱会，将会在今年的9月19和20号在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举行。今次演唱会筹本的受惠机构是加拿大肾脏基金会旗下的华人肾脏互助协会以及旗徽会。主办单位 Winter Golf 的老板 Benson 就说，筹办今次演唱会除了是想筹本之外，亦都希望藉住今次机会，等华人社区对肾病以及对华人肾脏互助协会和旗徽会的服务更加了解。其实今次咧，其实已经系第二次欧瑞强同我哋合作噶啦。咁我哋揾佢嘅原因咧，最紧要就系话，第一，我哋今次咧系帮嗰个肾脏基金同埋旗徽会筹款 ，OK。因为咧，我哋觉得如果以 concert 嘅形式嚟做咧，系可以更多人知道呢两会做乜嘢。因为华人嚟讲咧，肾病咧以高危一族，咁而且旗徽服务咧系好多即系老人家为佢哋服务。咁所以我觉得咧，就用演唱会呢个方式嚟演绎。第一，咁人去听下歌，同埋更加可以知道多啲关于两会嘅服务。而之所以喺芸芸歌手之中拣咗欧瑞强，除咗系佢唱歌好听之外，原来同佢嘅正面形象都好有关系。其实咧，欧瑞强演唱会咧，如果听过咧，佢真系每次收为叫百听不厌。其实佢歌律都好正面嘅，亦都好关怀、好温馨，咁所以就同我哋两个会所做嘅就好吻合。欧瑞强嘅演唱会咧，每次都有唔同有新鲜嘅、好特别嘅突破，每次都。咁譬如今次咧，佢就系叫做半世纪经典全世界，就系将过往50年最好听嘅中文歌、英文歌啊、日本歌啊，都全部话即系唱晒俾啲观众听。同埋佢啱啱香港亦都唱过咁演唱会，个 theme 都系一样，咁所以咧就一定会好好听。至于受惠机构之一，非牟利组织加拿大肾脏基金会一直致力推广肾脏资讯以及资助同肾病有关嘅研究。Kidney Foundation is a non-profit that is dedicated to reducing the burden on those living with kidney disease. We do that by raising money and awareness for innovative research, prevention of progression awareness, as well as patient services. 他们还有一个叫做 Blue Builder 的计划，专是透过不同的团体为他们的基金会筹款。适逢今年是他们成立50周年，加拿大肾脏基金会高级发展经理 Andrew 就希望透过 Winter Golf 今次主办欧瑞强慈善演唱会，筹到善款之余，亦都令大家更加关注他们的团体。This is a brainchild of Greenfield Golf, as well as the Chinese Renal Association, and it falls under a category that we call the Blue Builders Program, or third parties. We rely heavily on the community at large to raise money and awareness for us, especially this year, being our 50th anniversary. Events like this help us to raise critical awareness towards kidney disease, as well as money to fund the various programs that we support. 加拿大肾脏基金会旗下专为华人而设的华人肾脏互助协会，他们的主席骨网坚亦都呼吁大家要多多了解有隐形杀手之称的肾病，同埋积极登记器官移植。因为在安省，尤其是在多伦多，只有少于1/4的人登记了器官移植。其实呢，肾病呢是一个我们叫隐形杀手。咁呢就好多，其实喺因为我喺华人社区里面呢都有工作，咁呢佢哋呢好多人呢都唔系好认识咩叫肾病。佢只系可能讲话，哎呀肾亏呀呢啲嘢呀咁样。但其实肾病呢系超过呢样嘢嘅。好多时候呢，就我哋尤其中国人呢好多都有高血压。咁咧就係其中一個腎病嘅主要原因。咁咧就好多時候咧啲人嚟到知道有腎病嘅咧，已經係好多時候都係好即係其實好遲嘅時間，差唔多要開始要洗腎啊咁樣。咁所以咧，我哋咧就預早去大家認識下腎病呢個情況，以至到咧佢哋可以同佢哋嘅醫生去即係尋求一啲嘅認識嘅時候咧，咁都可以問多啲呢啲嘅資料咁樣。咁我哋仲有一樣嘢咧，最近咧都開始做嘅，就係關於換腎。器官移植，因為咧，其實安省咧，尤其多倫多咧，係少過25%嘅人咧係登記呢一個嘅器官移植嘅，咁所以我哋華人社區更加少，咁所以咧我哋都開始咧係做呢一樣推廣，咁呢條咧更加多個華人咧即係知道可以喺網上登記呢個嘅器官移植。今次歐瑞強慈善演唱會另一個受惠機構係旗徽會。他们兴建中的一站式综合社区服务中心即将在年底落成，旗徽会基金主席保贤伟都希望可以尽快为这项工程筹得最后阶段的款项。因为我们今年
係大約年底咧，我哋嗰個一站式嘅醫療服務中心咧就會落成㗎啦。咁我哋而家籌到嘅善款咧，大約係九成度，仲有大約一成咧，大概係5-60萬咧，就係、是、要係嚟所謂我哋嘅結數嘅。咁呢、這個一站式嘅醫療服務中心咧，係有就29個床位，係俾啲即係唔係太過要深切治療嘅，可以出得院嘅，但係就未翻得屋企嘅。我哋要落成呢一個咧，就一定要係揾到50-60萬，咁先至可以做到嘅。咁所以呢一個Albert 同埋呢個 Greenfield Golf 係做呢件善事咧，係挑選我哋做其中一個受惠者咧，係對於我哋嚟講咧，係我哋好感激嘅。咁最緊要就係要將爭嘅數係拉近。咁講咗咁耐，最緊要梗係要知道係邊度可以買到飛啦。咁如果大家想喺9月19和20號去睇歐瑞強多倫多慈善演唱會嘅話，可以去到慈輝會 Star Music Center 同埋城市荷里活餐廳買飛，又或者係上去佢哋嘅網站 www.albertow2014torontoconcert.ca 查詢有關嘅詳情。感謝大家收睇今日嘅大多故事，我哋下一集再見。